我帮他拍了视频，拍了照片，给他留作回忆。从幼儿园就不舍，然后一年级也不舍，因为毕竟，和幼儿园不同了嘛，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大的变化，所以也挺期待的。最激动的是那个他能来学校上学，然后他是一名小学生。复杂是因为作为父母的这个观点，还是希望他能在我们身边，然后担心他在学校里是不是会适应啊。开学一年级，其实还是挺兴奋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迈向这个正式的学生时代了，然后孩子也比较兴奋。本来还想说给他拍个照留个影啊，孩子可兴奋的说我要进去了，我要去上教室了。我今天早晨路上一直在跟他说，我说希望他今天过得开心就够了。小孩借红领巾他很开心啊，他认为红领巾他是他非常神圣的，希望他快乐的成长啊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小朋友们要加油，要让爸爸妈妈放心，要在学校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。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健康快乐的长大，像小树苗一样，成为国家将来的栋梁。